就要欢迎来自外太空的宇宙少女降临到地球的。这边是屏东，对不起，我路痴。好，那我们就欢迎Emergency Equation 登场。
这是我们紧急方程式的第一首原创单曲，解开方程式。好，那向各位在座的各位蓝心人介绍一下，我们是 Emergency Equation 紧急方程式，谢谢。那我是来，因为前面那个主持人有介绍，我们是宇宙少女嘛，那我是来自 Luna 星的宇宙少女 Kilala 亮星，谢谢。大家好，我是健人生，我是 K 宇笑。我是林香 Nika。我是剑气生 Shinoli。那今天非常感谢袁侯这个主办单位呢，邀请我们来到屏东为各位蓝星人现场表演。那我们事不宜迟，接下来就继续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各位蓝星人可以跟我们就是一起呐喊 baby， 好，来吧。Yeah.
俊仁的呢，是我们今天比较长的一首歌曲，它是由四首歌串联成一首的主曲，那应该算是会蛮耳熟能详的，所以在座如果会一起跳的，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好，谢谢。希望次第のスポットは敵を選んで戦う少年叶えたい未来もなくて夢に描かれるのを待ってたそのくせ未来が怖くて嘘を嫌って過去に願って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くなってスケープンだ I see you, I see you もう来ないで The sun は僕を置いて月は沈み日は昇るけどその
喂。最后要带来这首歌会是我们全体成员一起
陪伴着各位蓝星人一起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进，好，有成员少了道具，来了。好，那带来的最后这首歌呢 ？Number， 我刚刚还在问他的发音，好像不太对。
哇，你们没体力，我们也没体力了。没体力了。他们下来，他们下去，不然他们大概应该会躺在草地上面死掉。好的，那我们先宣传一下喽。对，我们接下来宣传一下我们紧急方程式接下来的活动。在12月15号下个星期六，在高雄博尔开播动漫季，有我们 EM 紧急方程式的最真登录哦，请大家一定要来，谢谢，谢谢。假如现在在场有来信不知道我们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去 FB 上网查询 EM 紧急方程式，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男生今天的陪伴，那我们跟大家羡慕一下，手借我，跟我们一起起来。恭喜了，好像没几次可以当选了，哇，瞬间感伤。好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舞台还给主持人，谢谢，谢谢。大家觉得 EM 紧急方程式的表演好不好看呢？要去场次看他们的表演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最后一场表演呢，就是我彩虹，我要来唱歌了。我不太会跳舞，不过我稍微会唱歌，所以希望大家。